缠绵，围绕我日日夜夜思念，在爱与恨之间想你的容颜。告诉我是哪一种情缘，能承受这样无尽依恋，迷惑的情绪沾满每一天。相爱也难，只怕你不曾有爱恋。啊，不爱也难，只为我舍不得改变。冷漂浮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多少次梦里你是天使般的你，冷冷飘忽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也许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，天使般的你。薇娅就要和我约会，薇娅就要和我约会。哎，这些照片你看看。啊，照片。这是我去年环岛旅行，深入乡间所拍的一些古宅、民屋、寺庙的照片。这上面你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传统文化的风格。有这些资料太好了，我会仔细研究的。我明天会带你们这组人去看看那所古厝，实地勘察以后，那么我们再进行整治。我想这对你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。好的。好。刘宪，这是你过去几天钟点费，你拿去吧，明天不要来。明天不要来？老板，为什么呢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啊。现在我不缺人。所以你明天不要来。老板，我们可是事先讲好的，你不能没有理由就不用我。哎，你想耍赖啊？我又没请你钟点费，你如果找人评理的话，我也不怕你。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走就是。信任我，千万不能误会我。你说，是听雨约我的。他为什么要约你？因为我和婷雨出去吃了日本料理，我们划酒泉，我老输他，我就多喝了几杯，结果我醉了。你为什么要单独跟婷雨一起去吃日本料理？因为婷雨说你和薇阿姨出去吃晚饭，所以我才跟婷雨出去吃日本料理。那你醉了之后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。但是婷雨说我对她有不礼貌的举动。
原来你曾染上的口红印是这么来的。警官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喝醉了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只要知道有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才要去找秦宇解释。我是喝醉了，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我不希望事情扩大。警官，如果你生气了，我就不去跟秦宇见面。我宁可让他误会我，我也不希望你误会我。警官，小姐，吴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陈小姐，我跟踪韦先生事情还没有结束。什么？你还在跟踪我？我爸还在花钱请你做这件事情？是的，陈小姐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韦先生他是个好人，他昨天跟你妹妹在一起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这点我可以作证啊。他在喝了第八杯的时候就已经醉倒在榻榻米上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帮我作证，还给我清白。但是我还是搞不懂我衬衫上的口红是怎么来的。哦，是陈小姐妹妹走的时候在你衣领上清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他可是把我给害惨。你可是亲耳听到吴先生替我洗冤了吧？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告诉你之后，这个跟踪的差事我就不干了。什么事情这么严重？补习班开除你，是你爸爸的意思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因为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，我晚上睡觉都睡不着。我现在就去找他谈。大马已经是他的天下了，在此地他居然连条生路还不留给我。雅俊，你不要去找他吵，他这么做不会想让你回头。我不管他怎么打球，我永远不会回他。只要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天涯海角，我都跟你说。想你很清楚，我没有在玩爱情，我就不会觉得委屈。韦先，陈小姐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不再替韦老板做事。既然我跟他已经没有宾主关系，我就可以请你们两个到我家去吃顿饭了。哎，说实话，曼达真的很关心你。我也应该传给于大姐。哎，那就请吧。他来了。中午吴凯一告诉我晚上你们要来，我去秋菊市场买菜。家里好久就没有这么热闹过了，临时来打搅啊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婷啊，姐姐早就问过好几次你什么时候到家里来玩，你今天能够来啊，姐姐高兴都来不及呢。于姐只是没有想到一来就来了一双。这有关系啊，她最喜欢人多了，是个人来疯啊。你还说我人来疯，你呀才是个无事狂呢，每天也不想你在忙些什么。哎，就只会把我冷清清的人摆在家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老婆不要当这么多人刮我胡子嘛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吃菜吃菜啊。哎，我老婆没别的长处，就菜烧的最好吃了。哎，姐，我捧你的场，先尝一口啊。好吃。雅俊，来，你也尝尝看于大姐最拿手的菜。来来来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吃水果来。水果来了，水果来了。哇，太好了，是我最喜欢吃的西瓜。吴大哥啊，你还真有一位贤妻。没错，曼玲是贤妻，我呢是贤夫啊。哎，你还真皮厚哎，还有自己夸自己的，我就没听说过有人封自己是贤夫的。哎，你这个贤妻啊。是贤惠的贤，我这个贤夫呢是贤妻的贤，你老嫌我这个又胖又丑老公甩不掉啊。田欢，哎，跟我们谈谈你在建筑事务所上班的情形，我们一直都好关心呢。啊，洪先生啊要我接个古厝维修的案子，他说我对东方建筑有兴趣，我就应该深入的了解民俗的传统，这是一个很好学习机会，明天我们还要实地去勘察。哦，哎，这个机会太好了，对你将来啊研究中国的庭园啊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我觉得上天对我太好了，给我这样一个机会。田怀，到时候你提供土地跟设计，
我来投资金钱，我们大家一起好好做好这件事情。法令方面的事情啊，就由我来负责。好，一定要让这个公园啊得到国家的保护跟维修，这样子啊，这个公园呢、就能流传百世，就像日本的金阁寺一样。哎，对呀、你们三个年轻人的理想，真的让我对平凡荣感动。哎，这样好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们三个年轻人，怎么样？谢谢谢谢。要敬一起敬嘛。对对对，有道是啊，夫唱妇随，应该一起来。有完了，我们一样。敬来吧。来吃水果啊。对了，天花，上回你跟我说啊，魏阿姨要把地契拿回去保管，那今天你正好来了，我就交给你吧。最近啊，他没有提到地契的事了，不过我想既然我答应他了，还是拿回去吧。我这就去拿啊。你看魏阿姨她会不会好好保管这份地契，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？我会当着婷宇跟文斌的面交给他，如果他们都不反对的话，我只好赞成了。好吧，万一到时候出了什么状况，我一定支持你。我们另外去选一块土地设计中国庭院。庭花，你过来一下。来，吃水果。这个信封里面啊，有一些你父母过去留下来的书信，还有证件，还有一些遗物。你回去以后先仔细看一看，说不定可以发现一些你们不知道的真相。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我也只是有这个预感，很可能有文斌父母他们当年发生事故的真相。文斌还在追究这件事，我还以为他已经完全了解，不再追究了呢。文斌并不知道你手上有这些遗物，所以我希望你回去可以先看一下。淡水那块土地的业主，所以会这么麻烦，就是因为另外一个财团加入竞争。经过我的打听呢，完全是伪中来的策划。这么说，他到台湾来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炒土地。以他的财力跟我们竞争的话，我们会很吃力。钱的事由我来筹集，你只要想办法把这块土地争取到。不能让魏忠来捷足先登。啊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你陪一陪婷宇吧。婷宇啊，我把文斌交给你了。谢谢胡伯伯。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大口喝酒了？我有本钱啊，我酒量好，尤其当我被人冷落的时候，喝杯烈酒来的刺激啊。这份工作很急，我必须要尽快判出个结果来。我觉得你整个人就好像卖给胡波波了了。尤其你们的对手是韦宗来，你也不想一想，你们赢的机会是太小了，人家光用钱就砸死你们了。这年头有钱不一定能够成事儿，最重要的需要有头脑。本来今天有个很美好的约会的，结果没去赴约吧，跑来这里听你们大谈生意经，让我倒足了胃口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你现在进的公司正是你大好机会，你应该多听多学，跟那些无聊的人约会才是浪费时间。你觉得无聊，我觉得很有趣。那你倒说说看，那些人有什么有趣的？你当初不是认为陈星也很有趣吗？牢牢记住这个教训，不要再玩火自焚。回来了，你在干嘛？啊，这是公司交给我一些参考性的照片，
都是一些有名的古厝，我正在研究呢，来看看。你还是一心一意想完成爸的理想啊。我也在经营这件事情上面，我觉得我跟他最接近，无论生跟死都不能分开我们。你说的也太玄了吧，我听不懂。我只知道爸在生前跟我意见不合，而他死了之后我也没去他的坟上上过香，反正我跟他就是没有缘。爸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这辈子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从你一出世他就照顾你，否则的话他对你会更了解的。你现在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吴亚军呢？他回来了没有？他在房间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虚，根本躲在房里啊。听雨，你不要再去逗雅俊，他是一个很单纯的人，你不要把他牵涉到我们俩之间的问题里面。我们之间的问题，我倒希望能听听看我们之间有什么问题。我不想说，你不要跟我打哑谜，有话你就直说。有很多事情我们俩心里都很明白，说出来了反而会伤感情。毕竟我们俩是这世界上最亲的两个人。陈廷焕，你要搞清楚，我可一直没把你当做我最亲的人，我倒觉得你是在处处炫耀你自己，你自命清高，你认为你处处比我好，处处比我强，对吗？丁宇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满意呢？我实在很累。我原来以为你一直很爱文斌，我为了你幸福，我成全你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懂得珍惜文斌？你现在对雅俊的戏弄，你是什么心态呢？先告诉我，你真的相信他的话吗？亚军什么也没说，他更不了解情况，根本不了解你。他不了解我什么？他不了解我是个被人侮辱过，根本就不如你这个自命清高的倒霉鬼。婷雨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的沟通？我们之间就不能有一点了解吗？我实在努力的好累好累，你让我觉得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错的。现在让我告诉你该做什么，你应该赶快滚回马来西亚，不要在我的家再看到你的出现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家。婷雨，怎么可以跟你姐姐这样说话？为什么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廷欢的未婚夫？吴雅君，我觉得你太愚蠢。你既然为了一个根本不值得你去爱的女人而抛弃了我家的财产，我觉得你太不值得了。婷雨，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值。只要廷焕能够跟我在一起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吴亚军，你是个白痴，你是个傻瓜。廷焕，没有关系，明天一早我就出去找房子，给你个温暖又安静的小窝，还难不到我。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你再继续在这里受委屈，廷焕。让我给你快乐，给你幸福，好吗？亚军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在我对你做了那么多无理的事情之后，你还是
这么诚心的对我。我一直很相信一句话，那就是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带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爱你。我有笔钱放在你们公司的事儿，你说不要让文斌知道，我当然有义务替你保密。啊，这是这个月的利息钱。哎，这每个月啊，也亏得有这笔收入，否则这么大的开销，哼，谁管我？可是胡先，您别忘了，这笔可是我的血汗钱。您要好好替我保管着，我这个年纪是受不起任何的打击了。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公司里投资都是经过市场调查，还有专家的参与与认可，再加上文斌是你未来的女婿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胡先，我一直有种感觉，好像我在哪儿见过，可是我一时就是想不起来。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？在哪儿见过我？如果我们在哪儿见过，我一定不会忘记，因为像你这样的风采，一定是叫人一见难忘。你很会说恭维话，女人也最喜欢听好听的话。可是我也有自知之明啊，比起当年，哎，是不能提了。年龄只是岁月的符号，最重要的呢，还是看一个人的心境。我这个年纪了，可是我的心境仍然保持在35岁，因为这个年龄是人生一段最美好的日子。论金钱，已经小有基础；论心态呢，仍然保有一份憧憬和理想，好像一伸手啊就能够抓起一片天来。你说话真是很有意思，不过懂得的人呐，却是少之又少。就好像韦中来这种这么富有的人，却生活得很痛苦。我觉得他除了钱之外，他一无所有。钱买不到他的快乐，反而变成他伤害别人的利器。你很恨他？岂止恨他，我希望他不得好死。也许我能够帮你出口气。你？你怎么样帮我？当然是找他最致命的地方下手了。进。我也只是有这个预感。很可能有文斌父母他们当年发生事故的真相。干什么？在收拾箱子？你要出远门吗？啊，没有要出远门的，我只是整理一下我的东西，免得要搬出去的时候手忙脚乱的。要搬出去住？是公司给你宿舍了还是怎么样？我迟早要搬出去住的了。
姨妈，嗯，你快去帮我看看我那些结婚礼服的照片，给我出出主意嘛。好了好了，来出来吧，让我们帮婷宇挑挑结婚穿的衣服。我一会儿就出来啊，走。这个呢，这礼服样子还真多，真是真的蛮难挑的。哎，你问我文斌的意见吗？他是新郎啊。你穿什么样的礼服，我没有意见。好，你说的你没有意见啊，到时候我就穿一个低胸的低到这里，怎么样？反正人生只有一次嘛，随便你爱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只要你保证婚礼以后你规规矩矩做个贤妻良母就好。可惜啊，现在的人呐，可不敢保证这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。哎，你怎么回事？哪有人咒自己婚姻的？哎，婷焕，来，你来选选看，看哪一件礼服最适合于婷宇。来，我想，只有婷宇最清楚，她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。反正问了也是白问了，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一点意见。你是我的双生姐姐，你应该猜得出来我心里真的喜欢哪一件吧？我想不管我选哪一件，都不会合你的意的。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认为我从来都不说出来我对你真正的感觉吗？我现在这么说，我相信你不会不能接受吧？你傻乎我，你根本就没说出你心里的感觉。那我心里真正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？婷宇，你在干什么？本来一件开开心心的事情一定要搞成这个场面吗？好了好了好了，算了，我来帮你挑一件好不好，看哪件适合你。来吧，我不要选礼服了啦，我要跟我的姐姐好好的谈一谈。我想我们谈的已经够多，还有什么话非要现在谈呢？我们谈的还不够，因为你不是不敢帮我选礼服，你是在吃醋，你是心理不平衡。婷宇，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？说的根本没有意义。我受够你们了啦！你们当我是白痴啊？给我安排了一个假婚姻，好像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。其实你们心里根本就还偷偷爱着对方，只是你们不承认。你们当我是谁？你们当我这么蠢啊？我说出了你们心里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只是你们不承认。你敢当着婷焕的面，你说你心里爱的是我，你敢吗？我承认，是我让文斌向你求婚的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你啊！是你哭着告诉我，你爱文斌，你未来一生的幸福掌握在文斌的手中。所以我才求他，求他照顾你的。好了，婷焕，你少说一句好不好？大家都少说一句，行不行啊？既然我已经说了，为什么不让我说完呢？这里有一份爸爸留下来的遗嘱，还有一份地契。他希望我们三个人把这块土地建筑成一座中国式的庭院。现在我把这个地契交给姨妈保管，她另外一个希望，希望我帮助你照顾。我自认这一点我做到了，但是我到现在才明白，我有婚姻是不能靠外人撮合的。你说完了没有？你说完了没有？你能不能让我说一句？你就少说一句行不行啊？你少说一句好不好？他都能说长命大道，我为什么不能？好，你们说，你们大家都说，好，事情交给你们说，咋你们说了？我要说的还是那一句，只要你不介入我跟文斌的生活。
我就会幸福，我就会快乐，你懂不懂？还想胡说八道？他这么说了已经十几年了，就算是假话，你已经说成真的。他每说一次，就让我心痛一次。我已经不能再忍耐，就算我是一个失败的姐姐好了。李焕，文斌，我站住！我要你去跟他道歉，现在就去。我骗过，我又没说错什么，我为什么要跟他道歉？我不喜欢他，我从来就没说过我喜欢他。哇，好热闹，我一定错过了什么的。你去看看庭官吧。快，怎么回事？我想提早搬出去。哦，好，那我去整理一下，我跟你一起走。金焕，已经这么晚了，你要到哪去啊？一定要闹成这个样子？这不是闹，而是必须走这条路。反正台北到处都是饭店，不怕没有地方住。金焕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不是诚意给大家难堪吗？这舌头跟牙齿有时候都会咬到一块儿，你何必那么生婷宇的气呢？姨妈，我没有生谁的气，而是我真的决定要这么做，因为我需要一个看书跟画设计稿的环境，我这么决定是为了我的工作。如果你们不放心的话，我可以先带庭官到宇恒家暂住几天，然后再想办法找个房子。别跟于姐姐客气了，我们这里啊，随时随地欢迎你来住。只是啊，要委屈于恒睡沙发了。男孩子嘛，睡睡沙发有什么关系？你别担心了。每次来这边住啊，我好像就像回到家一样。是啊，好久都没有享受到家的幸福滋味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把这里啊当成是你自己的家，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姐，喜欢。出来吃西瓜吧，且不秋里大盘西瓜呢。啊，去吃西瓜。哎，你们先去吃好了，我想再把房间整理一下。急什么呢？有的是时间慢慢整理嘛。伟先，你放心，我现在绝对不会把你的行踪啊告诉令尊大人。我已经把他寄给我的支票退还给他了。您这样做，我真的很感激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害你少了一笔生意吗？没关系了。哎，再说，你现在是我们家的朋友了。再多的钱，我也不会出卖朋友的。吴凯，今天我总算听见你说一句清醒话。来来来，你快多吃一点啊，别跟你姐姐客气。好，谢谢。君，那今天晚上你住哪里啊？没关系，我随便找家酒店就可以了。嗯，哎，那总是不方便。再说，我还负责你的安全。哎，姐夫啊，你不是已经不办这个案子了吗？这是免费的，义务保护啊。那就请韦先生在我们家委屈一下，男人嘛，打个地铺就可以睡了。哎，对啊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哎。雅俊啊，我是正厅长，你呢，就做我的副厅长好了。啊，这么大的官呢？该不该把这张东西给于恒看呢？问问他的意见，还是直接交给文斌？万一妈不想让文斌知道这件事，
韦少章，怎么也姓韦呢？奇怪，马来西亚姓韦的人不多呢。会不会跟雅俊家里有关系呢？谢谢你。快睡吧。我这次来了，你们家沙发还真舒服。忍一忍，你等结了婚以后，你再跟文斌闹还不迟吗？你看着你把好好事情弄成这个局面，我要是忍得住，我就不会是陈庭宇了嘛。我本来就忍不住。好了吧，现在你把人家庭欢给逼走了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哎，姨妈，我真搞不懂哎，以前你只关心我，哪有庭欢的份？你现在关心他比关心我还多。哎呀，好了好了。我不是说关心庭欢，我是一定要出了在韦家的这口气。如果今天庭欢要嫁给了雅俊，嘿，那韦中来拿我魏爱长就没辙了，那不是500万就可以打发得了的了。为什么庭欢的命就那么好，嫁到韦家可以马上做县城的少奶奶，而我就要嫁给史文斌？哎，是你自己要死要活的要嫁给文斌，怎么你现在又后悔了？姨妈，我要是真的嫁给文斌，我可惨了，就像给自己找个爸爸来，多可怕呀！哎，那你以前为什么没发现？你把他真到手了，你又怕？我以前哪想得了那么多？以前我只知道，反正是庭欢要的东西，我就要把他抢过来，因为我处处比他强，我不能输给他。抢文斌抢的我好辛苦，我现在才明白。我抢的根本就不是文斌，而是庭欢要的东西。不过我想要的东西还从来没有得不到过。你看，文斌还不是乖乖的向我求婚了。他们以前都以为是我的克星，只要我有了文斌，我就会乖乖的像只小绵羊。我根本只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的。那你是不准备嫁给文斌了？我干嘛要那么早结婚呢？我还那么年轻，我干嘛浪费我的青春啊？再说我还没享受过这美好的世界呢。哎，我还一直以为你是死心塌地的爱着文斌，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婷雨，我们有美好的人生去享受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到巴黎、到罗马、到欧洲去逛两圈，才不虚此生呢。要过好日子，要有这个，你那一点钱啊，撑不了多久了。哎呀，只要庭欢嫁给了韦雅俊，你还怕挖不到韦中来那个金矿？那多累啊！姨妈，你怎么没想到，要是我嫁到韦家，你不是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到韦家的金矿拿金子了吗？不过照我看，雅俊对庭欢痴迷到那种程度，连父母财产都可以不要。我只怕姨妈，你放心。当我第一眼看到魏雅君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她跑不掉了，她会是我的。不信的话，你等着看好了。为什么深夜的月光变得那么模糊、寂寞？做起来又很轻松，我只要找个咖啡馆，把稿纸一摊，
就可以开始了。翻译小说不稀奇啊，哪一天呐、啊，你要是亲笔写本小说，那才令人刮目相看。哎，这也不是不可能哦，说不定就在不久的将来。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啊就很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很伟大的作家，但是我的老师跟我说，你们家太有钱了，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作家。现在我变穷了，我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作家。好啊，哪天你的书出版了，我头一个买100本送人。不、哦，你不要买，我送你100本，让你好好收藏。我收藏100本的书啊，我发疯了。哎，到时候洛阳纸贵，我又不再版，你不就有很无限的财富了吗？你这是什么作家啊？你根本就是玩家嘛！看你又在胡说八道了。哎，就算我是玩家好了，碰到像你这样的人啊，我这个玩家啊，也只有宣告收山，做一个道道地地的住家男，又能洗又能补，还筛手好菜，把我这个老婆啊伺候得服服帖帖的。好了，你满口胡言的。哎，能够跟你满口胡言也很开心啊。我也很开心啊，我觉得以前呢、啊、我把自己绷得紧紧的，现在我很快乐。我现在给我到现在我才发觉，做一个穷人比做一个有钱人要来得快乐多，因为我不需要担心别人会从我这里拿去什么。我的快乐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好了，快乐先生，我现在要去上班，如果迟到的话，先生会不快乐的。好，那你赶快去上班，中午我回来接你吃中饭。好，再见。中午见。马俊，林雨，我有话想和你。深深吸引住了，我好想有机会能够认识你，我讲的绝对是真话。可是那是在庭欢还没有出现以前，只要庭欢一出现，所有人的目标都转移到他的身上了，而我就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讨厌鬼。我恨他那种感觉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知道吗？我从小就很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兄弟姐妹，能够跟我一起分享我的东西，我的玩具，甚至于我的书本。
同时也能够分享我的快乐跟悲伤。可是这些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不可能。天宇，而你有一个像庭欢这么好的姐姐，你应该觉得很幸福很快乐才对。如果你有一个处处都比你强，处处都要压制你的兄弟，你就不快乐了。我最不能谅解庭欢做的一件事，他跟文斌彼此深深爱着对方，可是他却要文斌来娶我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的丈夫他心里想的是庭欢，我是什么滋味？为什么深夜的月光变得那么模糊寂寞？天宇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你不要太多心了。我就知道不会有人相信我的话。庭欢他伪装得太好了，你们都爱他的纯真，只有我知道他把文斌、云恒还有你玩弄在鼓掌上。你这样说又太过分了，我不相信庭欢他会这样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想再听下去。不要去，你要干什么？证明我心中所受的委屈。天宇，天宇，你干什么？你既然有了这玩意，为什么还要有我这女人？就让我死了算了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冷静一点。你那么年轻，那么漂亮，你对我还有什么好不满意的呢？雅俊的深情感动，为他打开心扉，但是庭宇却突然使出自杀的把戏，和雅俊有了一文之缘。这件事情将引起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呢？文斌知道了之后会有什么样激烈的反应？请您继续观赏《天使之爱》。喝酒醉。